盛唐呢，那么自己居功骄傲了。居功骄傲呢，从法治走向人治的一个转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这个法治转向人治，最重要的是用了李林甫。李林甫。那么李林甫为了杜绝有人和他竞争相位，他改变了唐朝出将入相这么一个传统，因此他提出了重用藩将的政策。在用人制度上面开始改变唐朝的制度，而往往最重要的改变都是从人事制度上面着手的。所以呢，他用藩将，而且要用比较身份比较低的藩将，所以这样子呢，才有了安禄山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像安禄山、史思明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上来的，还有一大批像高仙芝封长清、哥舒翰一大批藩将出来。所以你看唐玄宗时期的十大节度使里面，藩将占的比例非常的大。李林甫觉得放心。那么这个李林甫当政，他当了19年，在唐朝制度上也是超级长的，因为他特别善于揣摩玄宗的意思，所以玄宗呢曾经一度想把朝政都交给李林甫去。那么这接着出现第二个人治的波浪，如果说我们有第二波的话，就是杨国忠的出现。所以我们呢可以看到，这个人治呢，从李林甫到杨国忠，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杨国忠他最大的资产就是他姓杨，这就是他的这个手上抓的骨。这个杨姓他还真是这个杨家的人，但是呢他从小在家乡里面品行很差，所以呢被家里人看，家族看不起，整个家族认为这是个败家子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败家子，最后他觉得没有地方可去，他只好报名参军。参军呢当兵就当到了四川，所以他并不是四川人，但是他从四川起家的，到四川。在四川呢，他穷到什么地步，他在军队里面混，好歹也混了一个小官。但我前面介绍安史之乱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安史之乱呢，我们除了现在在讲他的人事从法治走向人治，另一个方面我们还说了一个问题，均田制崩溃以后是吧，整个府兵制度瓦解，所以军事制度跟着瓦解，没有一个新的替代办法。所以以前的兵主要是府兵，很稳定的划一块地，那么给一个军府有一块地，地给这些兵户，兵户的人男丁就去当兵。现在这个府兵这个均田制瓦解的，府兵制跟着瓦解，所以就出现了呢大量的士兵是招募的，这个募兵就有很多市井之徒很多阿飞流氓乱七八糟人都进去了。中国一直按照这个雷海中的研究大概从汉代以来，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读过没有，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是一部很好看的书值得一读，因为它很有启发原来当兵是贵族干的，可是呢到在汉族这个特定的
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呢，后来会变成是那种很低档的人才去当兵的。所以这个传统你不明白，你就没有很难读懂世界史，你很难读懂这个边疆这个民族史。边疆的民族，突厥也好，鲜卑也好，对吧？他们贵族当兵很荣耀的，欧洲也是这个传统。所以歌剧里面啊，歌剧不是唱的吗？男子汉大丈夫要当兵嘛，对吧？男子汉要当兵啊，是这样一种传统。可是在中国呢不一样，汉武帝以后，那么这个兵是被人看不起的。那玄宗呢，他府兵制瓦解以后，同样的也是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人去当兵，所以这个时候军队的战斗力不强。杨国忠就是被人看不起，他去当兵，那么到在四川，在这个兵里面他好歹混了一个小官。可是呢这个兵是招募的，招募呢他就有一个兵役期，期满了那回家，你不是军人嘛，复员了，他连复员回家的钱都没有，没钱回家，所以最后是靠了四川当地一个富豪，看他可怜，给他一点钱，给他一点钱，说你也就别回去了，你就接着再混下去吧，所以呢，继续在四川那个地方，接着混，所以就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很穷途潦倒的。在四川他有一个对他人生来说他没想到的机遇，杨贵妃这一家，杨玉环这一家正好也在四川。杨贵妃的父亲当官在四川，杨贵妃的几个姐妹都是大美女，不管这个为人品行如何啊，都是大美女，什么国国夫人啊，是吧？尤其有名的国国夫人啊，所以呢，她几个姐妹，杨贵妃特别得宠啊，并不是说杨贵妃长得特别的美，因为她几个姐妹都非常的漂亮啊，而是杨贵妃呢特别的乖巧，特别的聪明，所以呢他很能猜懂猜透玄宗的心意，所以他做什么事特别符合玄宗想还没想到，人家已经想到了，帮他做好了，所以特别喜欢他。至于说漂亮，倒很可能是国国夫人最漂亮，所以国国夫人唐朝有一幅名画是吧，国国夫人游春图，国国夫人是最野的，自己的私生活是很野的啊，跟皇上也是很野的，这个贵妃几个姐妹跟玄宗都有关系啊，但是只有国国夫人呢，她是敢不化妆见玄宗的，她不化妆，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是这呢给玄宗又有另一种感觉啊，每个都是浓妆，然后每个都对她这么特别的顺着她。就一个国国夫人既不化妆又不顺他，这又是一种味道，所以呢非常宠国国夫人的。所以国国夫人有一个特权，是可以随时自由出入宫内，她不是后宫的人呢，但她有这个权利。所以呢正好杨贵妃这个家整家在四川，那么办丧事，他家死了人，杨国忠都是杨家的，赶快去帮忙，人家是当官的，是有权有势的，他这个是潦倒的，去那边帮忙。杨国忠我就说过，他从小就是个无赖子，别的本事没有，第一个本事说不好听的话叫做泡妞，所以呢他这个办丧事倒霉帮上忙，和国国夫人搞上了，所以呢这样子他和国国夫人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，
这个当时我估计可能就是虢国夫人很漂亮，那么两个人啊有关系的，没有想到有后来，啊，但是呢，真的后面就有后来了，啊，后来杨贵妃发达了，啊，她是官宦的女儿啊，所以被选为寿王妃，寿王妃后来又被玄宗看上了，所以就变成了玄宗的贵妃了。玄宗贵妃杨贵妃就把她的姐妹都拉到宫后这个宫内，所以这几个姐妹都围着玄宗转，所以每个都发达了。玄宗给他们三个姐妹都封为国夫人，国夫人，她这个封号级别非常高的，对吧？一般只能升到封到省级是郡夫人、郡主，不是公主，她是国夫人呢，最高的，三个姊妹都是国夫人。那么杨国忠还在四川混着，四川的节度使他看到朝中是李林甫当政，而李林甫呢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不是李林甫的人迟早都会被排挤掉，高级官员，节度使是很高的官，节度使就相当什么呢？成都军区司令，大区司令，所以他就想说一定要打通李林甫的关系，这个呢才以后才能保住他的官位。挺巧的，这个节度使他的智囊就是资助杨国忠的这一个富豪，这富豪呢他经商富了以后，这个富豪倒是蛮有意思的，他愿意去读书，都挺喜欢读书，读了不少书，所以呢他能出谋划策。哎，节度使找他说你想个办法，咱们也到这个京城里面去送礼，钱不愁嘛，关键要送得进去，你给想个办法把李林甫这条路给打通。这个人叫鲜于仲通，这个富豪他回去想破头也想不到，这李林甫总理啊，这么高的官他再富也认识不了，后来呢他终于想到了杨国忠，他资助的那个小无赖，这小无赖呢后面有杨家，而现在杨家不同了，不是当年在四川当官的 那三个姐妹，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三个国夫人，哎，把杨国忠找来说现在你去把杨贵妃的关系给打通，要多少钱送什么礼你都不要管，你只要肯去一路有人安排，全部安排好，然后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把该送的礼物都送给你，你拿着进去就行了。所以杨国忠就去了。杨国忠到了京城，当然首先就去看虢国夫人了，这个老相好。我想虢国夫人呢，不知道是不是见到他，不知道是要打他还是骂他，是吧？这个负心的家伙怎么又跑来了？哎，很巧，就是在杨国忠到京城的时候，虢国夫人的老公刚死的老公，我跟你说虢国夫人是一个非常野的人，非常野非常泼辣的女性，所以呢见了杨国忠，才见面杨国忠很乖巧的价值连城的礼物就送上去了，那都是那个节度使成都军区司令送的礼物，差得了吗？那非常非常厚的礼。这个虢国夫人也是个贪财的，极为贪财，一打到这里开心了，两个人重温旧情，于是虢国夫人就跟他讲，以后我带你进宫，我把你带到宫里面去。而虢国夫人是有这个特权的，她不是说是一个什么大姨子小姨子要写申请皇上批了才能进，她是随时可以进的，所以他就直接就把杨国忠给带去了，带到京城里面。玄宗又是一个好玩的，我说他这个时候
跟杨贵妃好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从励精图治到了愿见政治的，已经想把权力交给李林甫去管的时候了。所以在宫内你看他能干什么好事，我不介绍设了一个翰林院，翰林院有一大批翰林待诏，不是什么放飞鹰的，就是什么走狗的、斗鸡的、下棋的、玩双六的，这个赌博的，搓麻将的，就干这个。恰恰这几个杨国忠都是绝对的好手，他从小就干这个出来的。我说他的特长就是这几样嘛，无赖子就是这个特长。所以他进宫和玄宗玩，是玩的这个比赛赌博，赌得非常的激烈，然后呢最后都是玄宗赢啊，这个控制得非常好，所以玄宗水平才能显现出来，都让他发现，他也不高兴的呀，激烈的赌最后还都输了，皇上厉害。所以皇上一看，哎，这小子行，就说这个人可以当度支郎。哎，玄宗那他会理财呀，这个赌博算这个筹码跟财政部长这是两回事。玄宗就说，哎，这人行，可以做度支郎。所以玄宗就是这么用人的，那这可以当度支郎，好，那就当度支郎。所以他就这么起家，因为这样的不正当的关系，他就成了理财的人。而理财我们说到一个，刚才在一直沿着这个人治的背景在说，那么前面也有讲到社会转型，对吧？前几个星期讲到均田制的崩溃，国有制度的崩溃，私有经济的兴起，包括军事制度的转变，这一系列的转型，唐玄宗这个时代都束手无策。所以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他说什么，看他做什么，看他做的这个事是就事论事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还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举措，制度性的建设。如果是这种人，那绝对是一个政治家，对国家对民族都是有贡献的。唐玄宗追朝你说拿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个转变在哪里呢？国家的税收不上来，以前税是农业税，国有土地上来，现在均田制崩溃了。还有呢，和平发展以后必然的商业繁荣的，交通繁荣的，许多的手工业商业，它的产出其实已经超过农业，可是当初设计的制度，唐朝建立当初很单纯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农业国家，所以整个国家制度是建立在如何管理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，现在是变成一个动态的多种生产方式的社会，你没有任何的政策，没有任何的制度建设。所以我们看到唐玄宗时期他只有什么新出什么制度呢？使职，以前我带了一个研究生啊，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博士生啊，很勤奋，在那读唐朝的史料啊，找了好几百个史职啊，做博士论文做史职啊。我跟他说，如果你找到400个，那么唐朝实际存在的史职呢，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啊。所以他找出了好几百种史职。那史职是什么呢？史职就是中国的官的制度呢，从一种职务的官，我们所有的官都是一种职务，对吧？校长就是校长，这个名正言顺的，那么一种职务，或者什么长，现在把这个职变成一个什么呢？临时差遣，它的性质在这里，意义在这里，
不是说誓死不可以，誓死是什么性质？是一种差遣。现在出了一个事情，派你去管。